轮指练习，这是一条专门针对初学者进行轮指训练的练习。在演奏的时候，除了要注意每个手指的松弛度，也要注意每个手指在进行演奏的时候要保证准确的时指，要把握整体的速度，平稳均衡。下面我为大家演奏这条练习曲。